发烟棍！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你没玩过广告吗？我没玩过，我从来没玩过那个页游啊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这就属于小页游，也玩过页游吧，玩的时间不太长，随便玩一玩，打打怪，升升级呗。 我那广告都手游，打一把狂暴之心，看一看啊。 你也是妖德尔人呢，从他屁股后头过来掏他。凯南可就不太好打呀，同是妖德尔人，算了吧，行不行？咱俩就别互相掐架了。哎呀，来和我玩吧，吃个药吧。 每一把的上路都不是那么很好打呀，这些英雄。中，纳尼？这没中我接受不了啊！甜。哎，头锤，插个眼儿。 谁呀？武器大师？那剑圣咋不来呢？光有人家赶克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队友呢？武器大师跟凯南，我们一打二可打不了。要换俩赵信啥的，可能还行。那玩意儿那挡普通攻击可烦人了。 我这回去也没啥意义呀、啊，我再等一会儿吧。中，纳尼？我锤你！走了，回家了。 我不回家，我想出完日炎再回家。日炎是1000块钱，呀，有点贵呀，这日炎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这玩意儿那是真不好打呀，我这炮车。 哎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1000了，回家吧，这回回家吧，溜了溜了。这再不回家，头就让人打爆了！快走，快走。
木木上单不强啊，那不废话吗？那怎么的？打个远程还得多狠，还得把他杀了呗，还得。那没有突进，那不就这样吗？这玩意儿那上哪打远程去？远程怎么打呀？Q 不是突进吗？我头一回听说 Q 是突进。你给我突一个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哎。那猴打那凯南都不是很好打呢，可能都。快跑！大柱点炎一个亿，拜拜。尝尝我的虚区吧。他应该是有传送吧。怎么的还追呀？舔一拜拜，回家出我们的小日炎呀。钱不够，靠，吃口屎吧，再推一波兵。伤害为啥这么高？那这是正常伤害呀，什么意思啊？阿木木打那么多血属于正常伤害，没有伤害多高。本来他就是1100滴血，我们斩杀线大概在700血左右吧，这属于正常现象。先来个水银海这把，先不出那个小军团了，先不出日炎了，我们来个水银海，这样我们的印性加上我水银海的印性双印性，他就控不住我们，并且也会非常的幼。哎呦我，这个小黄毛烧成这个样子吗？打架的话前期不行，后期可以在小兵堆里跟人打，那小兵打你不掉血，那一技能刷新快。跟那猴似的，那猴 A 一下减 0.5 秒，他是被打加 0.5。 哎呀没舔到，哎我靠，这个没舔到挺伤的。要不然能打到半管血吧，我估计看看有没有男 buff。我先打他个蛤蟆，化身成为打野阿木木。哎，天大舔致命点炎死了，我们平 A 他啊，一直 A 他，你看着没，他都晕不住我们。先把他蓝打了啊！先把蓝打了啊！蓝，这什么亚索啊？我没蓝了，兄弟，我帮你舔他。好的，给打个蓝。再打个蓝 buff 啊！谢谢。
这你不要了，这针眼儿，那我给你排了吧。1750。蓝不够用。呀，这波感觉可以，我就舔你了，今天又能怎么样？舔完就跑。擦个眼回家，日炎了，无敌了呀！来和我玩吧。可以说是有点无敌了。这波来个小反甲。塔皮掉了没有啊？没掉。别让我舔着你啊！现在我们有蓝 buff， 先吃个塔皮。没舔到，算了。不好杀呀，这人呢，在塔下不好杀。我得等个点炎能杀他吧，我得先小耗他一波，你知道吧？我要能舔着他耗他一波还行，要不我们就跟他们一直断线。剑圣来，剑圣来，可以说来先大他，再舔他，让他动不了。哎，让他大的放不来就死了，知道吧？省得他给我们垫在垫塔下了。哎呀，我的好哥哥！这什么玩意儿？给我杀！我有多幼，你知道吗？啊！砍死他！我们千万别上去，刚才啊，刚才如果上去，怎么死的？谁？亚索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嗯？我不仅不走，哎，我还打个小蛤蟆。打完蛤蟆，我还吃一波屎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找到这个凯南。救救救！不行啊，这希望亚索没在右边堵我们，快跑！哎，点赞！回家了。直接出个反甲行不行？就打个红的，人头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的装备不错。
呀，红没了，我靠，石头人也没了吧？来和我玩吧。没了，我的车没了，没了，一切都没了。随缘补刀可以接受，现在俺们一个打俩问题应该不大，就是蓝不一定够。哎呀，你居然敢！哎，送人头来了啊！先舔啊，先舔，等他们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，等着武器大师。等着不对劲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晚了，太幼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哎，这有点修刚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恶霸，在这一待，舔。啊呀！卡莎打我们疼啊，别让卡莎打我们就行。我有蓝 buff 没关系，我在这一待，左右横跳。哎，我吸血，吸血。先把这武器先杀了，先一往前冲，往后拉，别着急，快跑，队友救一下啊！这卡莎百分比掉血，靠！来个恶魔之拥，深渊没有饭盒了，我们出这个，这是法坦的装备。哎呦，好吹，不过没什么用。来和我玩吧。凯南多少钱呢？哎呀，一千块钱了，我才杀了四个人就一千了。好，木木挺需要 buff 的，红 buff、蓝 buff 都可以，只要有 buff 就行。一会儿我们得先杀那卡莎。哎，可以来了！哎，可以来了，可以来了，可以上了。来，我到了。先杀卡莎啊！注意，耶！救命啊！人有点多，完了，兄弟，要剑圣无敌了！剑圣给我砍！全收剑圣。还有一个，该走正面的。我跟你说，刚才那一波我们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卡莎没杀，所有的伤害都是卡莎一人打的，还有点炎，还有点炎，卡莎打我太疼了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给我来个恶魔之拥。他以百分比掉血的人打我，
而且他真实伤害他是海妖杀手的。我们血越少越疼，先打个红，有了红 buff 能好不少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呀呀呀呀，别，有没有蓝？再打个蓝，打完红再打个蓝。你大爷的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咋这么痛呢？法传棒，靠！来个900，好疼哦！过了一个亿我就死了。 W 没关了，不可能，我回放一下，怎么可能呢？来大龙，把大龙收了。哎，单挑大龙，单挑大龙费点劲吧？单挑大龙好像打不过吧？也不一定，我百分比掉血。我 W 一直是开着的，怎么没开？开着呢，我都没摁那个技能，怎么可能没开呢？后边没开，后边没开，后边有一下没开。就后边有那么一小下啊，就一小下。算了，跟队友团一波吧，这英雄一打五确实是费点劲。没了啊，高地没了，没关系。干嘛？干嘛？杀谁？杀我！我操你猴子！杀我！几个人呀？杀我呀！剑圣疯了！直接拆基地吧，这。有个人说他戴的耳机，那你就不能声小一点吗？这怎么上啊？这哎，舔一头，没蓝了，没蓝了，兄弟杀他，没蓝了，致命点炎，杀完升级正好有蓝，把塔推了。哎，这基地可以拆掉啊？哎，不行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2000块，自言自力，跑的有点慢啊，这。我这么可爱，哼。
也得打我。这帮人啊，谢谢弹口围。又不开，开个屁呀！我都没有蓝了，我还开。我就说吧，我这不带那水晶瓶，蓝肯定不够。不信，非得让我带贪欲猎手，非得不信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没有重伤，啊，确实没重伤。这都多少回蓝不够用了？把蓝打了。其实这个自言自力好像装备属性被阉割了，以前是好像还加那个生命回复呢，我记得。现在改成了受伤会加移动速度跟魔抗。炼金专属装备。来和我玩吧。谁呀？谁去基地了？没事，有我在，没意外，好吧。让他们打我，我头大。我舔你又能怎么样啊？晃晃悠悠的，你怎么直接就上了，老弟呀？你不能直接上啊，这。哦，你可以直接上。我们家的小黄毛也是很无敌的。这个小黄毛大招放得好，没有他这个大，那卡莎死不了。你是真硬，我喜欢，哈哈。这个伯爵要跟我击剑呢。